大家好，我是书画家郭香伶。我从事的艺术是书画与水彩水墨的融合，这块的领域是比较创新，所以我的代表作，你们想看的话，就来到思恩网络电视台一按就有我的作品了。大家好 ，11 月16号呢，中华全球艺术文创协会呢有一个很棒的创举。什么样的创举呢？就是把台湾在艺术界比较杰出的这12位女性的这个艺术家呢，要做一个专刊。那换句话说，就是台湾的12金钗啊，也就好比把一个艺术的这一个舞台呢。推展向选美的模式，这个选美的模式不是在选我们艺术家的外表啊，它选美的是让艺术品的选美呢呈现在媒体，呈现在国际的舞台，让很多喜爱台湾艺术的朋友呢
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专刊呢，可以了解台湾在艺术界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多的这个作品呈现出来，而这些作品呢，是由我们女性的朋友呢，女性的杰出的艺术家们呢所创作的。所以本台台湾网络艺术电台呢，特别在这边做一个报道跟做一个记录啊。那也希望呢，台湾以后的这个艺术舞台有更多的12个金钗啊。换句话说，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把艺术家推至国际的这个媒体，能够让国际上喜爱艺术的呢，都能够在中华全球艺术文创协会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创意的推出之后呢，更源源不断的把台湾的艺术家可以呈现给大家来看。所以台长很高兴的特别来在这边跟大家来介绍这一次的这个十二金钗的成军的一个参序的一个报道。来照相这边，来这边照相照相。男生再靠过来一点。中华城有个餐序，然后下午在市议会。你的下巴不要是顶到头。对，艺术部来自发展委，艺术部艺术部郭湘玲老师啊。大家好，我是书画家郭湘玲。我从事的艺术是书画与水彩水墨的融合，这块的领域是比较创新，所以我的代表作你们想看的话，就来到私人网络电视台一按就有我的作品了。那今天很高兴，我的作品当中充满了生命，充满了美，以及充满了个人想象的创作空间。所以啊，只要你们对艺术有兴趣者都参与网络电视的观摩就知道了，谢谢。好，大家好，我是刘平。因为我为什么会创作这个艺术呢？因为我是因祸得福，我是一个励志画家。我从癌症这八年呢，因为画画，我已经忘记我是一个癌病友。那也认识了很多很多艺术界的好友。所以呢，我觉得艺术代表什么呢？我现在画那个花鸟，我越画越开心。艺术代表我的生命，代表我内在的一个能量，也代表我心中的一个活水。所以说，我今天找到的艺术才是我真正的生命的开始，这对我来讲我非常开心，谢谢。OK。这个艺术方面，我觉得是生活最美好的部分。家里呢，就是说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这个是非常要紧的。家里一个人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就会带动全家人欢乐的气氛。谢谢。大家好，我是现代水墨创作艺术家谢玉花。那我呢，虽然是50几岁才开始画画，到现在呢也有20年了，画的呢都是以现代水墨为主。而且呢，所谓现代水墨，就是呢，我呢，并不是以前虽然也学了一些传统的画法，但是现在呢，我是无所不画。尤其是呢，我呢喜欢到处旅游，我呢会把台湾的景色呢以台湾为主，挥洒台湾，把我所看到的，把它呢全部以现代的自己的想法呢，把它呢画出来。那我的艺术创作呢，希望能够呢让社会上的人呢能够看到一些作品，
而提升各位的艺术气息，提高大家的欣赏水准。好，谢谢。OK， 大家好，我叫陈丽雀，我这个雀呢也可以读作巧，所以呢也有人叫我陈丽巧，我都会喊幼。从小我就喜欢画画，那么父母呢也就根据我的兴趣，让我呢在这方面多多学习，因此在学习过那个学业的这个过程呢，我一路走来都是读的是艺术系。在这个艺术的天地里面，我觉得非常的快乐，我也很幸福。那么我是我的师承是欧豪年教授，那么我跟着这个欧教授呢已经有33年，其中呢28年是当他的助教，收获非常的多。我认为艺术啊就是要快乐。在画一幅画之前，我总是先有很感动的情愫去画，因此呢我的画就是说我不限定什么山水花鸟走兽，只要是能感动我的我就去画它。大家好，我是杨秀英，我从事山水花鸟书法还有现代多媒材的艺术创作30多年来，我制作了那个 YouTube 的影片分享艺术，还有艺术呢是就是传达生命的美，那把宇宙间的能量赋予更多正向的能量，欢迎大家来共创与艺术。大家好，我是林慧玲，那我是从事呢从中画到西画书法到现在多媒材的一些材质来做所有的创作。我认为艺术呢要以丰富的生命内涵，要以丰富的人生经验，然后呢再加上对于周遭事物的所有感动，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足以感动别人。我虽然是学文学出身，但是呢文学的内涵，文学的生命常常注入在我的作品当中，所以说文学与艺术在我而言是结合在一起的。我的师承是吴承彦老师、景松林老师，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师，在这不一一赘述，谢谢各位。大家好，我叫林英庄，英国的英，化妆的妆。我非科班出身，但是 我喜欢画画，也借由这个画画我认识很多朋友，也因为这样子，因为画作跟大家结缘，让我能够因为画做了很多爱心善事，我很高兴能够跟这些艺术家、跟这些朋友在一起，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是两岸女画家叶中平，来自浙江绍兴，我重视的是工笔、重材，还有国画，还有陶瓷。绘画是我最爱的一门，因为我平常就从小就喜欢画画。每天除了画画还是画画，我愿意把我心中最美的花献给大家，谢谢。好 ，OK， 好。大家好，我是邱素美，目前从事工笔绘画创作与教学。那工笔画的特色就是工整细致，它有精致的线条和柔美的色色。那艺术，大家对艺术的定义都不一样，我觉得有一点最重要，那就是画的快乐最重要。谢谢。